转，人心不平难安，大地在遭干旱，洪水有七十段，天摇地变瞬间，家毁心碎人亡。接下来是天灾人祸频传，天灾人祸频传。那天呢，我们右手手心朝外，灾是一个字形，人祸就是两手握拳相撞的感觉。频传两个字就是我们会有无间断的一直连续的传下来，感觉来呈现。人心不平难安，那在这个地方，人心不平难安，那不平两个字我们可以照是不平，那在这个地方是讲人的心不平，所以我们会打人心，有点上下动的感觉，就是代表不平的意思来呈现安难。接下来是大地才遭干旱，那在这个地方大地才遭干旱，那大地两个字我们用两侧拇指食指张开，两侧拉开，地才遭两个字我们打变变变，那这个地方的变化我们有一点急促一点的动作来呈现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用这样来感觉来，然后干旱，洪水又起四段，洪水又起四段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洪水两个字，我们打鱼在水涨起来的感觉，起四段我们打发生两个字。那发生这个地方，我们会两个动作连贯的，第二最后一个会打开的，洪水又起四段。天灾人祸频传，人心不平难安，大地在遭干旱，洪水有七十段，天摇地变瞬间，家毁心碎人亡，难尽善恶同行，